那什么，小倩啊，啊，是这样啊。哎呀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你赶紧，你忙你的，好不好？我今天没事儿，就陪你。家里没有事儿吗？呀，想起来了，还真没啥事儿。那么大反应干啥呀？你实在没事儿，你找点事儿，你现在回家。我喜欢你给我做辣，你回家你再给我做根辣吧。你看这是啥？这根啊，我是打算明年送你的。既然你管我要呢，我现在就送你啊。明年生日你就没了。抱歉抱歉。我真想给他拴起来变成个双截棍，我抡死你。这不是小倩，你呀、啊、什么时候能看出点情况来，是不是？我为啥让你走啊？那你坐着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不是我生日吗？秘密你知道是谁吗？你梦中情人吗？秘密给我发信息说，小脸，今天你过生日，实在不行俺俩在一起过个生日，你能明白不？小脸，不是我说秘密啊，他太过分了。咋了？过生非得咱俩过吗？啊，让他一起来过来呗，也不差他拎一双筷子，对不对？人多热闹吗？让他来。哎呀，你这个脑子出门你带上不行吗？行吧，你定死不走了是不是？定死了，我肯定不走。那我走。你干啥去？接秘密去呗。我在干啥？在这等着吧。快点回来啊，咱仨一起过。小倩，看见于小脸了吗？你谁呀、啊？我是你彦祖叔叔啊！拉倒吧！我彦祖叔叔在我心目当中那老帅了。你说你穿这是什么玩意儿？你看，我真是你彦祖叔叔！我的妈呀！你咋照这样呢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今天不是小脸的生日吗？啊！他最喜欢吃我呀做的这煎饼啊，我这不急急忙忙就给他送来了吗？哎呀，我一大早我就急着赶车，这刚到车站呢，那车就开了，我怎么招呼他都不停啊，我就拼命的追车，我这一回头啊，嗨，后头还有一条大狼狗追我，你说这事儿吓得我都赶紧的跑啊，哎呀，跑着跑着我就掉沟里了，那大狼狗从我脑袋顶蹭一下子就窜过去了，上车了，等我从那个沟里爬上来呀、啊，闹了半天，人那狗它不是追我，人也是追车，哎呀妈。那太坎坷了，送个煎饼、哎，你快坐吧，你掉沟里边，老叔啊，那你拽那个、哎、那个太惨了，拽的，再惨，嘿嘿，我也能引领这时尚的潮流。啊